大家好，我是夏云 Julia 夏，欢迎收听善良的一刻 One Kind Moment， 由执行制片人布鲁斯·韦恩·麦高伦 Bruce Wayne McCollum 创建的播客，在比心碎的速度更快的60秒之内，我们分享灵感，帮助您创建一个更友善、更温和的世界。我们相信，善良需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理念。因此，我们制作了这个节目，每天为您的生活海洋增添一滴甜蜜的美好。享受这一刻。当你读到其他人的生活，不同情况或类似情况的人的生活时，你在那一刻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你住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你感受到他们的感受，那就是同情。如果我们看到阅读确实允许我们这样做到，我们就可看到阅读是绝对必要的。艾米谈，我如何培养超越理智理解的同情心。一种方法是扩展我们的世界观，我们的世界观包括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理念，它本质上是关于我们在生活中创造意义。意识到有许多超越我们自己的观点，可能是一种重要的顿悟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与我们保持联系，让我们一起有个小小的内心微笑和一颗充满希望的心。回头见。